莆田被誉为琵琶之乡的长泰镇，有一家让闺蜜又爱又恨的网红店，爱的是这里随手出片的美景，恨的是这里经常爆满。现在我们学聪明了，下单提前预定就不怕扑空了。和闺蜜来这里欣赏诗意山水，享受自然馈赠的大美之境，点一份下午茶，慵懒一下午，让生活张弛有度，劳逸结合。再到夜晚继续点一份276三个人的四菜一汤，瞬间幸福感爆棚，体验远离都市喧嚣的悠然闲趣，提高生活品质，那就来这里吧。